段时间来我们店就餐了嘛，然后后来来了几位外国的顾客，然后在门店吃完饭之后，非得就是要买那成龙坐过的那把椅子，还说自己是成龙大哥的忠实粉丝，然后特别喜欢中国的功夫和武术。嗯啊，他们还说他们去少林寺学习过。我们这边沟通的时候，刚开始是就是不让他带走的嘛，然后他就搬着凳子跑到门口，然后又打拳又后空翻什么的，把我们服务员都吓了一大跳。结果经过我们认真沟通完之后，然后他是没有带走的。